是小海豹，我是玲玲，我妈妈今天又开箱上次寄错的烤箱，这次是真的烤箱。有吗？我写字。总之就是 JK7303 这样子。去拿大胶带。大开一下烤猫咪。可以，等一下，来放回去。关闭。点灯。一起旋风。不会的，看它灯光会不会变。变色。有一点红，对不对？有红。上面呢？因为上面也有红，这样看不清楚嘞。好热，好热。有一点红，有一点红，有一点红。呀，灯管也红了。我给它烧15分钟好了。它已经烤了25分钟了，我们看它怎样。插进去看看，拿起来有没有粘住？没有粘住就是好的。